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的是 B 组的生存挑战赛。今天是场恶战，我准备好了。定级为 D 级的预备队员们已经自由组成了六个小组，每组表演后现场打分，排名第一的小组全员晋级，第二至第六名全员待定。不是第一名的话其他名都一样啊。全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晋级。哦，这挺残酷的哦。同时四位队长将在一至五名的小组中选出两位有资格挑战 A 组的舞者。哦，就最后一名是没有资格去挑战。对。什么叫挑战呢？接下来我们要红帽子转瓶子决定出场顺序。红帽子，红帽子， Let's go, Let's go, Let's go。因为我们都是蓝毛巾嘛，也是站在悬崖边缘的了，还不拼一把，突破一下自己。不要紧张，放松。大家都会互相打气，就是为了这一刻我们要拼了。肯定希望自己能赢，停留不是一时的，我总有一天我会爬上去的。谁第一个谁第二啊，就看小蓝瓶了。第一个干部。Oh my god, oh my god, 我觉得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我真觉得挺好的，跳完就完事。 Let's go。 第二个，第二组，呀呀呀。第三个出战的是博文。第四个忠臣。第五组谁？每次都是最后。不是，为啥我们每次到最后啊？无语了。没事，最后一组我们直接炸翻他，最后压轴。第一组刚宝新生代才是王道，上台准备吧。第一个跳这个其实不重要，只是我觉得是第一个跳的话要能量要给到满满才有那个记忆点，因为他接下来要看五个作品。加油加油。哇哇，太野心了。马上开始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OK， 音乐 ，Let's go，Let's go。哇！Hey!
情，表情，表情，那个笑，表情管理大师。哇，是鸡皮疙瘩了。6666，这个吊起高了呀，太尬了。现在请队长和大师团进行打分。Amazing. Clean, so clean. It's a perfect. It was actually famous on Douyin, like where they are dancing. This woman dances in the water. Like she's in the water, and then they wanted to go steal like her diamonds. I noticed. Sorry. B 组的第一个队伍，四位队长，还是挺棒的，很震撼。所有的编排我觉得特别完整，我觉得还是挺完美的。这个想法是谁来？这个其实是我们大家一块想的。其实我们最早的灵感来源是《七八罗》，讲述的就是人性的贪婪。就贪婪的人，最终也会走向灭亡。我们更多的是想去营造那个氛围。那主要是谁编的？因为我看这里边很多编舞师，我觉得编排的中间肯定会有些困难。对，这支舞其实是我们13个人，每个人都有在付出。可爱，不是可爱。从每个画面、编排，甚至细节到我们的服装、我们的鞋带。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努力，开始我们换了 N 多个版本，10几20个那个队形，我就是那个试招的，就是后来那些招全部没用上，一个没用上。我们会有很多贡献，但是有些贡献是看不见的。包括我们音乐每个音效，每个人都在往里边使劲。因为我是负责剪音乐，然后就其实我的那个音轨，就每个音轨里面都有几百个那种小小的那些卡点，我就希望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还可以更好，还可以更好。导出来的音乐也有差不多有60版，就是从开始到现在，对，才有今天这支作品。超强的，大家都花了很多心思，好厉害。我看到了2个字，希望。所以我觉得其实更多的关注我们蓝猫精的选手，因为他们值得你们发现。挺棒的，真的。把每个人表现都非常的好，我在这里都能看到每一个人。这一组呢，我打了是100分。谢谢。一来就这么刺激吗？好，100分。哇，上来就这么高。我之前是看中级考核的时候，他们的编排，我是觉得画面性大过于舞蹈性。但这一次其实修改完以后，我觉得恰到好处，给到我惊喜，所以我还挺喜欢。但是我打的是96分，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所以没有满分。每个画面、每个想法，然后道具的运用、服装都非常整齐，就是很棒。创意上，因为我会觉得跟那个短片会有点太像了，在创意上有一点点扣分。对，的确是我的创意分数也是算低的，因为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如果加了一些别的反转，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惊喜。